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不知道大家体能练得怎么样呢？体能练得怎么样呢？很 OK， 我很菜，很 OK， 非常好，很 OK。现在给大家两个道具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道具是拿来干什么的啊？哦，那是水瓶啊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很简单。我真是带劲儿啊！说吧，说吧，说吧，看马达那边又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比赛规则是这样的：分组，如果是二人组，就是一个人丢水瓶，一个人做平板支撑。简单。哎，要求这个水瓶要立在平板支撑那个人的背上。哇，简单，好痛，好痛，背上，你不知道这个砖痛，光掉就够那个了。这背上要是，你看这玩意儿，这下面能掉什么？你要不试一下？应该还好，只要不太高。痛吗？背上走。不，还好，哎，有一点点，还好还好。这不可能啊！这能日浪，我叫你爹。好的，过来。如果是三人组的话，是一个人扔，两个人做平板支撑。如果坚持不住呢，就重新进行挑战，从第一个人开始立。那今天就别结束了，这不可能的。这个水平怎样？我一点都不行。我觉得是两个人的可能，这个三个人的可能。好的，现在来分组，我们先把三人组分出来。谁能飞得高24倍？好了，大家按照你们的分组站好。来，第一组进行挑战的是哪一组？他们这组。说简单不？说简单不？石头剪刀布，说简单布。哇！说简单布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是谁做平板支撑？我。小弟那一组是哪两位做平板支撑？我。那就我和熊吧。我要做平板支撑。你们俩？那我也可能来吧。我来，小马哥，你们那组是谁做平板支撑？好，那个三组选手，平板支撑选手请举一下手。好的，丢瓶子选手请举一下手。好，我们先有请第一组。我一定要加油！开始了吗？撑起来，撑起来。还没开始。还没开始吗？好紧张。还没开始吗？你要不要他？你要不要他？你打我的球。还没开始呢。你这个宽一点，这样。是吗？对，你知道多难吗？是呀，厉害。好简单，没事，我去。加油！哎，这样是有用的，这样是有用的。在计时吗？什么玩意儿？在计时吗？试好了吗？是。坚持，你坚持住。是啊。Oh no！ 你坚持住。是对。坚持，快！还在试吗？不是了，开始了。哎，说一下，只有三次挑战机会哦。好，三次不行了要怎么着啊？就失败了。失败就失败了干嘛呀？失败了有惩罚的呀。小马哥，我是力挺支持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也是，你是不是？里面的水可以喝吗？生水啊，你可以倒到那个瓶子里。生水可以喝吗？我一般只喝一分熟的水。来。准备三二一，开始。还在等一下。哦，差一点，好累，快点。你确定太多？差一点，还有一次。我拿，我来，那你稳住。那你稳住，来，起来，你要抬起。来，刚刚那稳住，直接没按抬起来，你这么抬，不是让我来？就这样，你真的很累。要不然我来。慢，试一下呀！快点。那第一次挑战失败啊！好，对，这钱砸出去了。你们两个人是这钱砸随意这个玩儿，这钱砸上去了，你看。
就很随意。不、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不，看得出来真的很好。好痛啊，小人儿！我轻一点，你轻一点没用。啊！立起来了，立起来了，没有立在背上而已。然后开始拜佛了，有一种。哎有一种第二次挑战成功，用时一分钟。哇，这能日让我救你爹。只有两个人啊，我们两个人是不是时间要除以二？那我就六次。不、哦、不、哦，这才是大神级别的，你差一点立起来跟他第一个。我感觉马哥你玩一个在哪？我要减少他的团队。够，主要是不够频繁。现在是4号，这不立起来了。这不立起来了，马哥以为开始了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。感觉在平地上立就是好。对啊，简单啊。来，计时开始。难度是矮一点。然后稳的稳一点。哇、哦！稳一点。哇、哦！哈哈哈哈哈！稳一点。哇、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厉害！怪物吧？怪！你的新名字叫平怪。我们找到了诀窍。你是个怪物。哇！你有一个身体不会需要。我怎么知道我们班上以前天天扔瓶子，就练这个动作，就练这个动作。太难了，站好累啊！何必呢？差不多，你把两个尖的往下好平下这样。我说这个扔瓶子要跟平时扔瓶子不一样，这太难了，要借助那种腕力，是这样子。那我也做，我先试。能试吗？慢慢商量，慢慢商量啊，不急啊。马爱奇、张志远那组的成绩是4秒钟。哎、我们几秒？我们44秒。你们一秒？你不能动，我都立起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怎么给我们？你怎么走了？赢了。他妈还有个我烂呢。打个别的。我感觉我被打中了2阵过2慢。哎，可以了，来吧，可以。来吧。哎，要准备开始了吗？我先立他的，先立他的墙，先立他的，他的好。两个瓶子在地上，他们要同时开始。那你先立他没错。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走你。4秒了。15秒。8秒。对不起，没事。哇、哦，可以。没事，加油。亲吻翔哥的被子，你还是把你立起来吧，要不然立。他这是歪的，你偏起来一点。这个时候要看谁的腰更直了。啊？对，马上死。老是打到翔哥那个骨头。哎，不，没有了，可以了。多少大声念出来？1分01秒。除以二。一分钟要除以二是吧？但是他们是第二轮的一分。对。哎，比赛成绩已经出来了，获得第一名的是我们的。我又输了，我天！他们吗？他们四秒钟。我们四秒钟还不赢吗？第二次又上去了。4秒钟，我们再来连续一次。4秒，这个东西是运气的。完了，游戏结束了，是不是又是蓝？上次也是蓝。对啊。你们这个分队啊，这可以起吧？惩罚是啥呀？惩罚啊！还什么惩罚？惩罚是啥？后退，后退，退退退！哇！哇！哇！来吧，来吧！好，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挑战就完成了，完美结束。然后这个惩罚呢，先欠你，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想好了，可以。拜拜拜拜。